说观众可以仰视的看这些作品，同时可以俯视的看这个作品的下半部，就这样的这个观众就站在一个所谓的像有接近一个中立的一个观点的视点。这同时呢，因为我们可以考虑到，如果我们仰视是等于对一个事物的一个肯定啊，如果我们俯视是对一个事物的否定，这样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四方塔是吧看作是一个政府的象征，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象征，这样呢，我们其实处在一个观察点，这个观察点是属于中性的，但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取到一个中性的观点，是吧？但是这个由于这个展览的特殊的一个位置，让观众能够去假设一个中性的一个视点啊，这个视点就像我考虑的，就是说它好像处在一个既不是从飞机的这个高度，也不是从下面一个人被仰视的这个角度，而是一个像一个浮云，就是在浮在中间的这个状态下。当然我要谈的有一件作品，就是我为就这次就专门做的，就关于这个塔。这个塔呢，当然也是我上次到曼谷看到的一个就就是朋友的介绍说，这个可能就是上次金融危机留下来的，就关于烂尾楼的一个样子。这个也是一个今天的这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亚洲社会，像中国也是有很多这种例子，是吧？是一个典型。但是我觉得这件作品就这个形象吸引我，而且我准备把它做成，就当然是个缩小的，根据这个空间是个缩小的，所以它更接近一个塔，或者说更接近一个舍利塔，因为舍利塔本身不大的。都是小的，但其实这个檐形应该说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原来的四座大楼，就是留下来的，剩下一些有点像这个电梯的一些角落或者楼梯间它留下来，所以它这个形象特别的奇怪，我觉得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件作品。